坚持超大的雪媚娘，先来一个抹茶的。但是会有红豆的，里面好像是有那个核桃碎，这个抹茶超级清新。红茶的，有珍珠，这个应该是芋泥的吧，真的芋泥超级细腻，这个是黑芝麻的，太黏了，这个等会慢慢吃这个，这个应该是芋泥肉松的，芋泥和肉松。那我们今天就吃到这里吧，剩下那两个太黏了，等一下慢慢吃，拜拜。